네, 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 오늘은 11월 16일, 네, 월요일입니다. 저희는 21일 날, 네, 종강식을 합니다. 정말 4개월 동안 엄청 빨리 온것 같습니다. 그래서 이번 주는 주로 저희들 종강식에 발표할 자기소개와 그리고 이번 학기 4개월 동안 전체적으로 배운 내용에 대해서 습하는 시간을 가져보겠습니다. 그래서 오늘은 일단 종강식 수료식 발표 전체 식순에 대해서 간단하게 다시 한번 설명을 해드리고, 그 다음에 자기소개 최종 각자 내용 복습을 한번 하겠습니다. 과제는 자기소개 복습, 자기소개를 많이 연습하고 발표를 해보시길 바라겠습니다. 자, 일단 식순을 먼저 알아볼게요. 저희 지금 이번 학기에 노래는 월량 대표 아적신, 그리고 친구, 그다음 전체 14과 내용을 다 배웠고요. 그리고 배운 내용을 가지고 자기소개 회화와 표와 회화 그리고 전체 단문을 배웠습니다. 와, 지금 생각하니까 굉장히 많이 배운 것 같아요, 그렇죠? 네. 그래도 정말 어려운 시간 이렇게 길게 길다면 길고 짧다면 짧지만 여러분들이 같이 잘 해오신 것에 대해서 일단 우선 감사를 드립니다. 자, 첫 번째 노래부터 일단 할 건데, 월량대표 아적심 가사 읽기와 월량대표 아적심 음악을 오카리나 연주를 이철구 선생님께서 해주십니다. 업무상 네, 참여 못해서 아쉽지만 동영상으로 촬영해서 여러분과 함께 만날 예정입니다. 자, 두 번째는 이혜숙 선생님께서 노래를, 월량대표 아적심 노래를 하겠습니다. 그리고 자기소개 단문, 이서영 선생님, 조현 선생님, 김경희 선생님께서 하겠습니다. 자, 저희들 이제 발표할 때다 외워서 하면 너무 좋겠지만, 외우는 데까지 외우고 여러분들은 발표하는 내용을 미리 프린트해서 이렇게 저희한테 보여주면서 얘기를 하면 괜찮을 것 같습니다. 그리고 혹시 나는 조금 PPT 쓰고 싶다. 아, 너무 좋죠. 네. 근데 뭐 그냥 간단하게 저희 지금 자기소개 내용을 띄워서 해도 좋을 것 같습니다. 자, 그 다음에 자기소개 중 대표에서 회화가 있습니다. 회화 부분은 질문은 같은데 답은 다 다릅니다. 그래서 질문 부분은 이혜숙 선생님께서 하고 노상호 선생님께서는 네, 답을 해주겠습니다. 그리고 노래 이 친구, 네, 가사 읽기를 김경희 선생님께서 하고, 노래 친구는 이예숙 선생님께서 노래를 해주시겠습니다. 그리고 그 교재를 저희들 1과부터 14과까지 배워서 교재 회화 읽기를 진행을 하겠습니다. 그럼, 11과부터 14과 노상호 선생님, 7과부터 10과 이서영 선생님과 이혜숙 선생님, 그리고 교재 1과부터 6과 조현 선생님. 제가 지금 이 순서를 거꾸로 쓴것 같아요. 1과부터 6과, 그다음 7과부터 8과, 마지막에 노상호 선생님께서 11과부터 14과 내용을 읽어주시길 바라겠습니다. 그리고 저희들 이제 간단하게 소감 정도를 가지고, 그리고 이제 점심시간 도시락과 네, 커피 마시면서 간단한 간담회를 하겠습니다. 자, 위의 내용은 실제 상황에 따라서 약간 변동이 있을 수도 있습니다. 그러면 저희들 자기소개 내용을 한번 가보겠습니다. 자, 제가 카페에 자기소개 전체를 이미 올려드렸습니다. 그래서 여러분께서 전번에 올린 걸 오늘 다시 또 한번 수정해서 내용을 수정한 거 아니라 그 노란색, 빨간색 부분을 제가 다 이렇게 지웠습니다. 일단 노상호 선생님 자기소개부터 한번 보겠습니다. 읽을 때 여러분도 많이 항상 옆으로부터 가로로 하시길 바라겠습니다. 姓名 아, 自我介绍，姓名卢尚虎，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卢尚虎，国籍韩国，你是哪国人？我是韩国人，年龄62岁，你今年多大？我今年62岁，出生年月1958年4月11日，你几几年几月几日生？我1958年4月11日生。家庭人数五口人，你家有几口人？我家有五口人。家庭成员，女儿、女婿、两个外孙和我。你家都有什么人？
我家有女儿、女婿、两个外孙和我。住址：金鸡道华城市。你住哪儿？我住金鸡道华城市。你住第几号楼？我住第一号楼。你住几楼？我住四楼。房间号码：你的房间号码是多少？我的房间号码是401。电子邮件：卢尚湖圈 A 汉米尔点 net。你的电子邮件地址是什么？我的电子邮件地址是卢尚湖圈 A 汉米尔点 net。职业：皮革工程师。你做什么工作？我是皮革工程师。你的公司在哪儿？我的公司在上海。专业：化工。你的专业是什么？我的专业是化工。语言：汉语、韩国语和英语。你学习什么？我学习汉语。你会什么语言？我会汉语、韩国语和英语。主食：水饺和韭菜包子。你喜欢什么主食？我喜欢水饺和韭菜包子。海鲜料理：你喜欢吃什么菜？我喜欢吃海鲜。酒水及饮料：咖啡、茶。你喜欢喝什么酒？我不喜欢喝酒，我喜欢喝咖啡。水果：蓝莓。你喜欢吃什么水果？我喜欢吃蓝莓。水果价钱：蓝莓一斤5000韩币。蓝莓一斤多少钱？蓝莓一斤5000韩币。水果怎么样？又大又甜。韩国的蓝莓怎么样？韩国的蓝莓又大又蓝又甜，很好吃。爱好：散步。你的爱好是什么？我的爱好是散步。特长：料理。你的特长是什么？我的特长是做菜。最擅长的汤是韩国麻辣牛肉汤。이거를또我最拿手的汤是韩国麻辣牛肉汤。性格：细腻，好奇心多。你的性格怎么样？我是一个细腻好奇心多的人。查他们。自我介绍：我来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卢尚湖，我是韩国人。我今年62岁，我1958年4月11日生。我家有5口人，我家有女儿、女婿、两个外孙和我。我住京畿道华城市，我住1号楼4楼。我的房间号码是401，我的电子邮件地址是卢尚湖圈 A 汉米尔点 net。 我是皮革工程师，我的专业是化工。我喜欢水饺和韭菜包子，我喜欢海鲜料理。我不喜欢喝酒，我喜欢喝咖啡。我喜欢吃蓝莓，蓝莓一斤5000韩币，韩国的蓝莓又蓝又甜，很好吃。我的爱好是散步，我的特长是做菜。我最擅长的汤是韩国麻辣牛肉汤。我是一个细腻和好奇心多的人，认识大家很高兴。노창호선생님거를한번읽어봤습니다자이번에는다음선생님거를해보겠습니다이서영선생님유사한부분도있지만개인마다다내용이다르기때문에네하나한명한명씩읽어드리겠습니다自我介绍，姓名李淑应，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李淑应，国籍韩国。你是哪国人？我是韩国人。年龄49岁。你年龄多大？你今年多大？我今年49岁。出生年月1972年11月1日。你几几年几月几日生？我1972年11月1日生。家庭人数4口人。你家有几口人？我家有4口人。家庭成员：丈夫、儿子、女儿和我。你家都有什么人？我家有丈夫、儿子、女儿和我。住址：京畿道水源市。你住哪儿？我住京畿道水源市。你住第几号楼？我住第2号楼。你住几楼？
我住11楼。电子邮件 leamichairahammer.net。你的电子邮件地址是什么？我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leamichairahammer.net。职业韩国语讲师。你做什么工作？我是韩国语讲师。你是哪个中心的讲师？我是水源市外国人福利中心的讲师。专业，对外韩国语。你的专业是什么？我的专业是对外韩国语。语言，汉语、英语、日本语和韩国语。你学习什么？我学习汉语。你会什么语言？我会汉语、英语、日本语和韩国语。主食，炒饭。你喜欢什么主食？我喜欢炒饭。菜，糖醋肉。你喜欢吃什么菜？我喜欢吃糖醋肉。酒水及饮料，啤酒、白酒。你喜欢喝什么酒？我喜欢喝啤酒和白酒。水果，苹果。你喜欢吃什么水果？我喜欢吃苹果。水果价钱，苹果一斤5000韩币。苹果一斤多少钱？苹果一斤5000韩币。水果怎么样？又大又甜。韩国的苹果怎么样？韩国的苹果又大又甜，很好吃。爱好，运动。你的爱好是什么？我的爱好是运动。特长，长跑。10千米，也叫10公里。你的特长是什么？我的特长是长跑。我喜欢跑10公里的长跑。性格，好奇心多。你的性格怎么样？我是一个好奇心多的人。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来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李淑映，我是韩国人，我今年49岁，我1972年11月1日生，我家有4口人，我家有丈夫、儿子、女儿和我，我住京畿道水源市，我住2号楼11楼，我的房间号码是101，我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leamichairahammer.net。我是水源市外国人福利中心的讲师，我是韩国语讲师，我的专业是对外韩国语，我学习汉语，我会汉语、英语、日本语和韩国语，我喜欢吃炒饭和糖醋肉，我喜欢喝啤酒和白酒，我喜欢吃苹果，苹果一斤5000韩币，韩国的苹果又大又甜，很好吃，我的爱好是运动。我的特长是长跑，我是一个好奇心多的人，认识大家很高兴。좋습니다。자다음에는조연선생님거를같이보겠습니다。自我介绍。自我介绍，姓名赵贤，你叫什么名字？我叫赵贤。国籍韩国，你是哪国人？我是韩国人。年龄51岁，你今年多大？我今年51岁。出生年月1970年5月18日，你几几年几月几日生？我1970年5月18日生。你家有几口？家庭人数4口人。你家有几口人？我家有4口人。家庭成员，丈夫、大女儿、小女儿和我。你家都有什么人？我家有丈夫、大女儿、小女儿和我。住址，京畿道水源市。你住哪儿？我住京畿道水源市。你住第几号楼？我住第6号楼。你住几楼？我住8楼。房间号码806。你的房间号码是多少？我的房间号码是806。电子邮件 CHO70518@hanmir.net。 你的电子邮件地址是什么？我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CHO70518@hanmir.net。 职业，访问指导师。你做什么工作？
我是访问指导师，你是哪个中心的访问指导师？我是水源跨国婚姻家庭支援中心的访问者，专业青少年教育、韩国语、社会福利。你的专业是什么？我的专业是青少年教育、韩国语和社会福利。语言汉语、韩国语和英语。你学习什么？我学习中国语。你会什么语言？我会韩国语、汉语和英语。主食炒饭。你喜欢什么主食？我喜欢炒饭、菜、烤鸭。你喜欢吃什么菜？我喜欢吃烤鸭。酒水及饮料，可乐。你喜欢喝什么饮料？我喜欢喝可乐。水果，桃子。你喜欢吃什么水果？我喜欢吃桃子。水果价钱，桃子一斤5000韩币。桃子一斤多少钱？桃子一斤5000韩币。水果怎么样？又大又甜。韩国的桃子怎么样？韩国的桃子又大又甜，很好吃。爱好，旅行，电影欣赏。你的爱好是什么？我的爱好是旅行和电影欣赏。特长，烘焙，烘焙。你的特长是什么？我的特长是烘焙。性格，乐观热情，积极向上。你的性格怎么样？我是一个乐观热情、积极向上的人。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来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赵贤，我是韩国人，我今年51岁，我1970年5月18日生，我家有4口人，我家有丈夫、大女儿、小女儿和我。我住京畿道水源市，我住第6号楼。8楼，我的房间号码是806，我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CHO70518@hanmir.net。我是水源跨国婚姻家庭支援中心的访问指导师，我的专业是韩国语，我是韩国语老师，我学习中国语，我会韩语、韩国语、中国语和英语。我喜欢吃炒饭和烤鸭，我喜欢喝可乐。我喜欢吃桃子，桃子一斤5000韩币。韩国的桃子又大又甜，很好吃。我的爱好是旅行和电影欣赏。我的特长是烘焙。我是一个乐观、热情、积极向上的人。认识大家很高兴。思密达，你们。다음선생님거를보겠습니다김경희선생님거를보겠습니다自我介绍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姓名金庆基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金庆基国籍韩国你是哪国人我是韩国人年龄55岁，你今年多大？我今年55岁。出生年月1965年7月24日。你几几年几月几日生？我1965年7月24日生。家庭人数6口人。你家有几口人？我家有6口人。家庭成员爸爸妈妈、姐姐、弟弟、妹妹和我。你家都有什么人？我家有爸爸妈妈、姐姐、弟弟、妹妹和我。住址：首尔市永登浦。你住哪儿？我住首尔市永登浦。你住第几号楼？我住第1号楼。你住几楼？我住3楼。房间号码303。你的房间号码是多少？我的房间号码是303。电子邮件。nineskim@naver.com 你的电子邮件地址是什么？我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nineskim@naver.com 职业公司职员你做什么工作？我是公司职员专业西班牙语你的专业是什么？我的专业是西班牙语语言韩国语、西班牙语和英语。
你学习什么？我学习汉语。你会什么语言？我会韩国语、西班牙语和英语。主食：炒饭。喜欢什么主食？我喜欢炒饭。菜：糖醋肉。你喜欢吃什么菜？我喜欢吃糖醋肉。酒水及咖啡，酒水及饮料，咖啡。你喜欢喝什么酒？我不喜欢喝酒，我喜欢喝咖啡。 水果梨，你喜欢什么水果？我喜欢梨。水果价钱，梨一斤5000韩币。梨一斤多少钱？梨一斤5000韩币。水果怎么样？又大又甜。韩国的梨怎么样？韩国的梨又大又甜，很好吃。爱好：听音乐和运动。你的爱好是什么？我的爱好是听音乐和运动。特长：具有国际协作能力。 擅长策划文化项目。你的特长是什么？我的特长是具有国际协作能力，并且擅长策划文化项目。性格：乐观热情和乐于帮助别人。你的性格怎么样？我是一个乐观热情的人，我乐于帮助别人。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金庆基。 我是韩国人，我今年55岁，我1965年7月24日生。我家有6口人，我家有爸爸妈妈、姐姐、弟弟、妹妹和我。我住首尔市永登浦，我住第1号楼，3楼。我的房间号码是303，我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niskim@chra.naver.com。我是公司职员。 我的专业是西班牙语，我学习汉语。我会韩国语、西班牙语和英语。我喜欢吃炒饭和糖醋肉。我喜欢喝咖啡。我喜欢吃梨，梨一斤5000韩币。韩国的梨又大又甜，很好吃。我的爱好是听音乐和运动。我的特长是具有国际协作能力，并且擅长策划文化项目。 我乐观热情，我乐于帮助别人，认识大家很高兴。자, 이번에는 이예숙 선생님 거를 보겠습니다. 自我介绍，姓名李艺淑，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李艺淑，国籍韩国，你是哪国人？我是韩国人。 年龄47岁，你今年多大？我今年47岁，出生年月1974年1月29日。你几几年几月几日生？我1974年1月29日生。家庭人数4口人，你家有几口人？我家有4口人。家庭成员：丈夫、女儿、儿子和我。你家都有什么人？ 我家有丈夫、女儿、儿子和我。住址：京畿道城南市寿锦区。你住哪儿？我住京畿道城南市寿锦区。你住第几号楼？我住第1号楼。你住几楼？我住2楼。房间号码：201。你的房间号码是多少？我的房间号码是201。电子邮件 grace00129@naver.com。 你的电子邮件地址是什么？我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grace00129@naver.com。 职业：水源市外国人福利中心的学生。你做什么工作？我是学生。你是哪个学校的学生？我是水源市外国人福利中心的学生。专业：美术。你的专业是什么？我的专业是美术。语言：韩国语、汉语和英语。你学习什么？ 我学习汉语，你会什么语言？我会韩国语、汉语和英语。主食：米饭。你喜欢什么主食？我喜欢米饭。菜：糖醋肉。你喜欢吃什么菜？我喜欢吃糖醋肉。酒水及饮料：甜米露。你喜欢喝什么饮料？我喜欢喝甜米露。水果：苹果。你喜欢吃什么水果？我喜欢吃苹果。水果价钱：苹果一斤4000韩币。苹果一斤多少钱？
苹果一斤4000韩币。水果怎么样？又大又甜。韩国的苹果怎么样？韩国的苹果又大又甜，很好吃。爱好，旅行和种地。你的爱好是什么？我的爱好是旅行和种地。特长，创作，唱歌。你的特长是什么？我的特长是创作和唱歌。性格，洒脱，喜欢挑战。你的性格怎么样？我是一个洒脱，喜欢挑战的人。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来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李艺竹，我是韩国人，我今年47岁，我1974年1月29日生。我家有4口人，我家有丈夫、女儿、儿子和我。我住京畿道城南市寿锦区，我住1号楼2楼，我的房间号码是201，我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grace00129@weibo.com。我是水源市外国人福利中心的学生，我的专业是美术，我学习汉语，我会韩国语、汉语和英语。我喜欢吃米饭和糖醋肉，我喜欢喝甜米露，我喜欢吃苹果，苹果一斤4000韩币，韩国的苹果又大又甜，很好吃。我的爱好是旅行和种地，我的特长是创作和唱歌，我是一个洒脱、喜欢挑战的人，认识大家很高兴。이번에는이철구선생님거를한번같이보겠습니다自我介绍，李彻九。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李彻九。国籍韩国。你是哪国人？我是韩国人。年龄52岁。你今年多大？我今年52岁。出生年月1969年3月25日。你几几年几月几日生？我1969年3月25日生。家庭人数4口人。你家有几口人？我家有4口人。家庭成员妻子、女儿、儿子和我。你家都有什么人？我家有妻子、女儿、儿子和我。住址：京畿道城南市中原区山城大路446。你住哪儿？我住京畿道城南市中原区山城大路446。你住第几号楼？我住第一号楼。你住几楼？我住2楼。房间号码201。你的房间号码是多少？我的房间号码是201。电子邮件：leechulqu@hanmail.net。你的电子邮件地址是什么？我的电子邮件地址是leechulqu@hanmail.net。职业，李廷九，律师事务所所长、事务长。你做什么工作？我是律师事务所事务长。你是哪个律师事务所事务长？我是李廷九，律师事务所事务长。专业，法律。你的专业是什么？我的专业是法律。语言，韩国语、汉语和英语。你学习什么？我学习汉语。你会什么语言？我会韩国语、汉语和英语。你喜欢什么主食？主食米饭。你喜欢什么主食？我喜欢米饭。菜，烤肉。你喜欢吃什么菜？我喜欢吃烤肉。酒水及饮料，啤酒。你喜欢喝什么酒？我喜欢喝啤酒。水果，葡萄。你喜欢吃什么水果？我喜欢吃葡萄。水果价钱，葡萄一斤9500韩币。葡萄一斤多少钱？葡萄一斤9500韩币。水果怎么样？非常甜。韩国的葡萄怎么样？韩国的葡萄非常甜，很好吃。爱好，演奏陶笛。你的爱好是什么？我的爱好是演奏陶笛。特长，打羽毛球。你的特长是什么？我的特长是打羽毛球。性格，乐观、温和、谨慎。你的性格怎么样？我是一个乐观、温和、谨慎的人。
大家好，我来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李彻九，我是韩国人，我今年52岁，我1969年3月25日生。我家有四口人，我家有妻子、女儿、儿子和我。我住京畿道城南市中院区三城大路46，我住第一号楼2楼，我的房间号码是201，我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lechulqu@hanmir.net。 我在李廷九律师事务所担任事务长，我的专业是法律。还有，现在正在水源外国人福利中心学习汉语。我会韩国语、汉语和英语。我喜欢米饭和烤肉。我喜欢喝啤酒。我喜欢吃葡萄。葡萄一斤5,500韩币。韩国的葡萄非常甜，很好吃。我的爱好是演奏陶笛。 我的特长是打羽毛球，我是一个乐观、温和、谨慎的人。认识大家很高兴。 마지막 분, 이혜숙 선생님 거를 같이 보겠습니다. 조금 내용이 많다 보니까 상대적으로 좀 길어졌습니다. 마지막 내용을 함께 보겠습니다. 自我介绍，姓名李慧书。 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李慧珠，国籍韩国。你是哪国人？我是韩国人，年龄63岁。你今年多大？我今年63岁。出生年月：1958年7月5日。你几几年几月几日生？我1958年7月5日生。家庭人数：四口人。你家有几口人？我家有四口人。家庭成员。 丈夫、儿子、女儿和我，你家都有什么人？我家有丈夫、儿子、女儿和我。住址：京畿道水源市。你住哪儿？我住京畿道水源市。你住第几号楼？我住第303号楼。你住几楼？我住15楼。房间号码153。你的房间号码是多少？我的房间号码是1503。电话。 电子邮件，hsleyh@neighbor.com。 你的电子邮件地址是什么？我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hsleyh@neighbor.com。 职业，老师。你做什么工作？我是韩国语老师。你在哪儿工作？我在外国人福利中心工作。专业。 多文化教育，韩国语。你的专业是什么？我的专业是多文化教育和韩国语。语言：韩国语、英语和汉语。你学习什么？我学习汉语。你会什么语言？我会韩国语、英语和汉语。主食：炒饭。你喜欢什么主食？我喜欢炒饭。菜：糖醋肉、火锅。你喜欢吃什么菜？ 我喜欢吃糖醋肉和火锅，酒水及饮料，可乐、冰沙。你喜欢喝什么酒？我不喜欢喝酒，我喜欢喝可乐和冰沙。水果，桃子。你喜欢吃什么水果？我喜欢吃桃子。价钱，桃子一斤3,000韩币。桃子一斤多少钱？桃子一斤3,000韩币。水果怎么样？又大又甜。韩国的桃子怎么样？ 韩国的桃子又大又甜，很好吃。爱好：绘声绘色讲童话故事。你的爱好是什么？我的爱好是绘声绘色讲童话故事。特长：砍树和修剪树木。你的特长是什么？我的特长是砍树。性格：真诚热情，很有幽默感。你的性格怎么样？ 我是一个真诚、热情、很有幽默感的人。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来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李慧珠，我是韩国人，我今年63岁，我1958年7月5日生，我家有四口人，我家有丈夫、儿子、女儿和我。我住水源市，我住第303号楼，我的房间号码是1503，我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hs。
leyh.fa.naver.com。我是水源外国人福利中心的老师，我的专业是韩国语和多文化教育，我是韩国语老师。我学习汉语，我会韩国语和英语。我喜欢吃炒饭、糖醋肉和火锅。我不喜欢喝酒，我喜欢喝可乐和冰沙。我喜欢吃桃子，桃子一斤3000韩币。韩国的桃子又大又甜，很好吃。我的爱好是绘声绘色讲童话故事。我的特长是砍树和修剪树木。我是一个真诚热情、很有幽默感的人，认识大家很高兴。와여기까지저희는전체7명거를다한번읽어드렸습니다자그러면교재내용에서제가여기에자기소개문장을약간수정한부분이있어서참고하려면기존에제가여기에수정본녹음 PDF 녹음은고치지않았고요 PDF 랑워드는약간씩수정한부분이있어서필요하시면꼭한번참고하시기바랍니다그럼자기소개전체복습은여기까지하겠습니다여러분수고하셨습니다많이연습해주세요